大家好，我是王狗。我们这一期呢是要来做一个整人的计划，请你们先看一下这张图片。图片这里呢，白色箭头指着这些，全部都是我们的装脚；红色箭头指着这个，它就是我们被整的目标物。那我们要怎么整呢？我会拿出一个加拿大运来的神秘饮料，就是你图片上面看到这个。我们会喝下这个饮料之后，每个人都附和说一个很普通的东西变得很好吃，就循序渐进，慢慢产生副作用，然后最后我们全部都吐血昏倒，看我朋友会有什么反应这样。那其实这个就只是咖啡广。然后把外面的包装撕掉而已。那 OK， 那我们看下去吧。我们现在来开箱这个从加拿大运来的神秘饮料。那据说呢，这个东西喝了会让吃东西会变得非常的好吃。大家一起来试试看。你们准备好了吗？嗯，好 ，OK。更怕，好，我们大家都喝完了，那接下来试试看看，这么快就有感觉 ？KTV 的拼盘，这个鸡腿，这很像牛排，真的很整，你们自己吃啊，真的，不要骗我，怎么这么好吃啊？鲍鱼哦，他妈你什么都鲍鱼啊！真的是，真的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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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点有点有点，散发出来的。为什么？哎，为什么？我还认的，我还认，我还懂。很屌哎，很屌哎，很厉害。吃起来好甜哦，很甜。香肠变好甜哦，好厉害，很屌哎。变成你看，你再试一个。整香肠偷嘴干，偷嘴干，偷嘴干，偷嘴干。确定？确定很干。香肠超级甜。干是香肠这个问题啊。有没有？这个超甜的，对吧？这香你说副作用是什么？是有一点头晕的。刚刚那么多，没有，就是一点点晕晕的。我真的现在也有点头。我是一直咳嗽，然后一点就是感觉啊，没咳啊，晃晃的，有点就是微喝呛了。微喝呛这样。对对对，就是我想要去厕所一下，有点懵，我一下有点懵。你说的那么多，我要什么钱？你有吗？你有点晕的。太小了。应该吧。应该吧。有点像。你们打打看。我帮你吐血。吐血！哇！要不要先关掉？没有没有。
这人呐、啊。哎、欸，林家，你在想吐是不是？